来，好惨好惨，哼，要换一个，换个房间，换房间吗？还是就让其他的小伙伴有机会进来？换个房间。对，其他小伙伴呢，就是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，应该都可以来玩的。那我刷新一下，等下等准备好，准备见了啊！别，我还没读取呢。等，我都今晚网好卡啊！好，见吧。嗯。37号房5566。我去，好快啊！哎，好像有上马的。太快了。你妈啊，没有，都是新人啊。那还行。这什么东西啊？What the fuck？ 什么云南特产？嘿，有聪明的啊！云南特产，屌！云南特产，我和包子属于云南特产，啥都不知道的。云南特产，写个错的单词，自己懵了。哎，猜对了！我瞧米线是云南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猜想了半天，我又想了半天，过桥米线是不是输了一下？原来还没问题。The fuck！ 来看看尿人的，香肠，一个船，哎，碳菊花。神话相关，哟，哦，哎，你怎么会打那么快？操，这也行！我强烈怀疑第一个观众是桂平，哼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这啥？我去！笑死我了。哎，这个怎么换？这是蛇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！呵呵，不是。啊、哦！哎呀！哎呀！操！然后注意看，啊！你用这么隐晦吗？什么玩意儿？这真的有必要吗？有啊！明票已经疯了！操！都猜对了吧？还有一个没猜对吗？嗯，Come on， 还有 C。我发现这个没头像那位小伙伴，一直是一头猪、老虎。哎，两个字，是个老虎呀？嗯、是老虎。明星啊 ？What？ 哎，不是 ，What the fuck？ 不是哪个明星和老虎有关？我只想到了高虎啊。猫？你这是猫啊？哦，艾尔维斯·普雷斯利，哎、对的。哎，我去，包子啊，是艾尔维斯普莱斯利。对呀、啊，猫王。你这画个猫就算了，你画个王算啥？猫王呀，变老虎了。啊！
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奥特曼。演员 ？What the fuck？ 春晚上的人多了。我根本就不看春晚啊！哎，小品。那个矮子叫什么来着？春晚那个，吃面。啊！呀，操，就差一点。哎，春晚哪个吃面啊？那个时候他那个小品演的，我靠，看的都饿。陈佩斯啊，哦，果然是陈佩斯。哎呀，我说出来了。呀，这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笑死了。还有谁？我放弃了。俗语啊，嗯，却在灯火阑珊，老俗语，我他妈认了狗了，不对，还是五个字的。我去，这个有点难吧？我去！哎、我知道了。我不是，我其实看弹幕的。我没有。我是看弹幕的。我没有，我突然间想到了，我突然间想到了。我不小心瞄到野草。其实刚才那个蛇还是猜对了，还是想到一部分，它确实是一条蛇，但是弹幕可以猜，但是弹幕不要窥屏啊。哇哇哇耶！可以大家一起来猜，对吧？这啥？这啥东西啊？一个方块，板子，古代工具。什么东西啊？纳尼？嗯？哦哦哦耶！啊 ！I love you more than、啊、I can say。哦，原来如此。So easy 吗？哦，该我了。我刚才说那个球了。我灵魂画师。尼玛呀！不要挂，大家不要，我就知道。大家可以一起猜，但是不要窥屏啊，窥屏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嗯，弹幕还是有一点那个推进作用的。那您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能猜到？瞎猜的。哎，我还想在上面写个味精的牌子呢，我操！我是，这玩意是这样的。嗯，一个板砖。上面放了两坨翔，水上运动 ，what？ 我靠 ，what the fuck？ 想想，水上运动，魔，哎呦，哇，耶，哇，耶，哎，好，该我了，我去，这个热闹啊！好，这包子还问？
What？ 重点。切，太简单了。但不是啊，这个玩意儿没有那么大面积啊。我知道，差不多就体现出这个，对吧？你等会儿画上五角星，你体现个毛 啊？什么玩意儿、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儿、啊？这已经提示到这地步，已经是没有办法了。鱼尾纹，你他妈在逗我？只能这样提示了，嗯。百度，百度，金山，十亿，英格兰是。哦，什么啊？为什么我不知道啊？贴吧是很久，应该很久以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软件，嗯。Fuck！ 什么玩意儿？操！翻译。叫金山快译嘛？当时，我以为答案是英文呢，我操，真不懂。谁会傻到用百度和金山翻译啊？一点都不准的两个破玩意儿。我就用百度翻的、啊，他俩不准。我用自己翻的。我苹果名人啊呀。牛顿是两个字儿，不是牛顿。苹果和名人，什么名人和苹果有关？这是个啥呀？这是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厉害！哦，不对呀、啊，恐龙，李小龙，我靠，李小龙苹果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也太难猜了吧！我服了。他画个梨，画个雪。哦。宇宙飞船火箭玩，人家提示是玩具好吗？三个字就是啊，玩具什么的样的玩具有火箭、啊、我靠、哎、什么这他妈也行、啊、你画的也不对呀、啊、这是啥呀？什么鬼？什么东西啊？纸。纸飞机。我已经没力气吐槽了。我也没有。我去，这哪点像飞机了？还不如像飞机杯呢。哎呀，你还叫飞机杯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四个字啊！我知道了，哎呀，哎，啊，what？啥玩意儿这是？
那你这你能猜对？我去！啊，我知道了。七七，它上面都写了吗？哎，不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啊，我知道我打错字了。高峰。耶。Yeah。我已经服了，我靠！打错了，哎呀，我去，笑死我了！哎，没人信我，为什么老是第二名？哎，你二呗。我竟然得了第四。你们还要来吗？好吧，继续啊。再来吗？好呀。我靠！哎呦，包子最后一个，包子最后一个，我靠！大家都好快啊！啊！尼玛！什么鬼啊？妈妈说名字越长越厉害，要突出重点，画画要突出重点。五个字，不猜了，不猜，大家别猜了。五个字，头发很长，啊，鸡。狼鸡是什么？你猜啊？对啊，啥叫狼鸡？狼和鸡啊？重点看人。哎，笨死了你们！人头上三根毛。哎！哎我靠，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简单？你们要想明白就很简单了。啊！其实我已经三毛里问计嘛。动画片，我看画面突然想起来这个动画片这个东西。哎，你没打个小龙人也不错。还卧夫鸡，我靠！啊，狼鸡？卧夫什么意思？浪鸡吗？我去，你那个还狠！我一直想卧夫，一直想鸡和狼是什么动画片？我差点输起安徽太郎了，我去。哦。我。Yes， 你又抢面包，What the fuck？What？ 你又抢面包？我一开始也打这个，完了发现不对，应该是牛角面包啊。哎，我们这儿不叫牛角面包，羊角面包。操！我去，羊角面包。啊！疯了我！对啊，这个太纠结了吧？啊，是我啊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服饰。哦耶！哎呀，我打字打慢了，哎呦，打成错别字了，我晕。我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手那么……你这个女人画的太差了，下次画女人我来画。我家充气娃娃就长这样，漏气的那个。What the fuck？ 令非主流放弃了。其实不用放弃了，这些东西是可以自己想出来的，很多东西多想想是有的，没必要放弃啊。这这什么玩意儿 ？Green， green， 啊！哎 ，Yeah！ 哦 ，What？
Green, 他应该是打的 GRE， 我还以为是什么考试用的呢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终于发现少一个字。饮料嘛，你什么和 Green 有关嘛？耶，宁总还没错，还没对啊！一看逆风向就不错。哦，绿茶，我操！他上面是 T， 我靠！绿 T， 绿茶婊。操！牛角面包，两个字儿，山羊都出来了。两个字的卡通，什么卡通这么惊悚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都说什么啥东西啊，都说什么高打不下了，好萌啊，都说什么高，阿里阿里阿里哥这个真不知道，我去，这个好能、啊。阿狸不是那个表情嘛？那个哈里、啊、阿狸的。对呀、啊。太简单了。我画的，我画的那个啥好吗？恭祝你福寿与天齐。他没提示的，有提示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交杯酒，交杯酒啊！我觉得我已经很明显了啊！我一开始就想错了，我以为是太极拳啥的。我两个杯子嘛，里面有水啊。我去！啊 ？What the fuck？ 什么东西、啊？几个字都不提示的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提示字数啊？两个字。我去！他最后才画。我打字来不及了，想不及了。为什么第二张没有提示啊？如果有人答的特别快就没提示。D 两个字儿。哦，明白了。What the fuck？ 经常出门会看到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爬山啊，屁股的传人，这样的东西的，绿的，什么呀？操！原来叫这个呀！哦，你答个青苔也算你对呀、啊？绿苔是啥？绿苔是什么鬼啊？Old。三个字儿 ，old， 啥东西？不是 ，husband， 那是 A 吗 ？Old husband son， 老，我实在画不出来，老，我实在画不出来，我靠，啥意思啊？你一个个字翻过来就知道。我去，中间的根本没有用是吧？这个、就是老老和子中间蒙的，我操！你真行，这也行，这是啥？
EP1、EP2、EP3。啊，他擦掉了。文学相关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操，天才。What？我说我是天才，不是让你答天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也猜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去！什么玩意儿？目录。目录，目录，嗯。章节。我猜美剧操。还文化相关。走，两个字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我操，我信心满满的，不是。嗯，日常。嗯嗯，日常。日常，能不能再加点其他东西啊？走起，你走，什么鬼？揍你！尿尿，逛街。这并不是我的日常，这并不是我的日常，也不是我的日常，啊、我不是我的日常。我日常逛淘宝，买肉松饼是吧？嗯。鱼，呀，你也猜热带鱼？哎，鱼，胖头鱼，这都行。没有，冲锋打那个被和谐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不告诉你，我好奇啊！哎呀 ，What the fuck？ 是纯蒙的。颜色？金枪鱼这个嘴上那个尖儿呢？哎，我怎么说出来了？我操！我是服了。而且朋友啊，金枪鱼根本不是金色的啊！好了，我来，我去，弹幕我看咱们都不要打，让包在十五分待着算了。弹幕我也会看，我也是猜的时候不看，然后猜完再看。What the fuck？是船帆吗？还是什么？嗯。我知道了，啊？成语嘛，应该是成语的，应该是。应该给你们介绍，应该是成语。Good, good。这才是猜不出来。哎、good luck。Good luck 是什么鬼？哎呀，追看我画这个东西啊！啊！哎呀！第二，哎，稳坐第一的男人。